剩下的风，它轻轻吹过你的领口，没人发现心底那只困兽睁开了双眸，在沙漠里找绿洲，却发现一个宇宙伸出了双手，想抓住什么却怕落空。 I'm running for you, I'm waiting for you, 在心动的时候不再沉默，不肯罢手，要做聪明的对手，也要甘愿走进爱的牢笼，遇见盛夏之后再携手走过全错。我们现在的目标应该是华西芯片 IC 设计岗。可是这四个已经是快速回款项目里面最贵的四个了。一面、二面、三面，他们的战线太长，万一再遇上候选人临时反水，这个风险咱们是顶不住的。但是芯片行业不一样，它很特殊，人才稀缺，一旦能匹配上人，面试很快就能通过。有意外的话，我们也好掉头，明白了吗？好，大家都明确的话，我来分配一下任务。崔总，你和我跟项目，潇潇留家里。一会儿群里我会扔一个文件，全是一些项目很快但是佣金不高的小项目，你带一下梁一晨，明白了吧？嗯，来，我们聚个气。加油加油加油。崔总，你别叫我崔总了。那我应该叫你什么？叫我崔崔吧。崔崔，我有事要跟你聊一下。你好，这里是独角兽，我是独角兽公司。错，重打。我错。我还没说话呢。你一开口就错了，记住你是陌生拜访，对方根本不在乎你是谁。手机响。你好。喂，快递。我去拿吧，你们继续。抱歉啊，是我太着急了。那这样，你把我当成候选人，咱俩再试一下，好吗？叮铃铃，喂。喂，你好，我是独角兽的公司的。有话快讲，我很忙啊。我这里有一份工作很适合你，华西芯片的工作。华西芯片是谁啊？谁在给我介绍？我是独角兽公司的，我姓崔，崔健的崔。哦，崔小姐啊，是什么工作啊？华西芯片的研发部工程师。华西芯片是央企下面的下属企业，参与的都是国家级的项目，平时的工作时间没有央企的长，但是福利待遇都是相同的。嗯，听起来还可以啊。你什么时候可以面试啊？啊，你看我明天安排可以吗？那也就是说我可以选择回复不可以。我马上安排你面试，具体的时间我微信通知。不要给他拒绝你的机会。我立马安排你面试，具体的时间我短信发给您，十分钟之后，请您注意查收。一听你就是个不靠谱的新人，你要记住，聊天要有章法，先报岗位，引起对方兴趣之后，立刻介绍自己，加深印象。随后，如果对方有意向的话，红的黑的，你要哪个？黑的吧。那你现在要用笔吗？记住，
不要给对方拒绝的机会。你先把这些东西消化一下吧。下午实战，现在我们换堂课，练脸皮。这是华西芯片 HR 的电话，你约他出来做岗位背调，做好心理准备，你可能会被他拒绝很多次。一般人士和求职者不一样，他们都排斥和猎头外出。您好，我是独角兽的猎头崔佳燕，我想问一下，您是华西芯片的人事经理吗？啊？哦，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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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今天中午11点，阳光路新月餐厅见。他主动约我见面。啊？嗯。嗯？没错，你们准备的太充分了。同样的工作岗位，确实有很多细微的用人区别，很多猎头他不会考虑到这一点。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些资料，我们公司呢会更加倾向于这一类的求职者。我们华西啊是央企投资的外包公司，所以说在员工福利啊、工资待遇这一方面，你们完全可以放心。啊，已经结过账了。嗯，是那位女士买的单。好了好了，不用送了不用送了，那我就先走了，咱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哎，慢走啊。嗯，好的。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不对劲。什么时候甲方这么热情？热情到请乙方吃饭了。不妙，这证明这个岗位真的很难招人，或者离职率非常高。这种情况下我们之前太乐观了。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喂。啊，你说。好的，3点。那地方我去过。自己一个人是吧？行，没问题。好的好的，嗯。抱歉，有猎头帮我联系了。歇会儿吧，从下午开始听拒绝，都听到现在了。我可以的，咱们时间紧张。今天晚上至少要找出一个候选人。喂，王先生，您好，我是猎头，我这里有一份华西芯片的工作，很适合您，请问，这华西芯片到底怎么了？央企全资控股的外包公司，条件这么好，怎么招人这么难啊？两个原因。一，芯片行业特殊，你见过猎头挖毕业生吗？二，甲方薪资不占优势，这可是要害点啊，人事那顿饭可真不是白吃的。你让我记录每个求职者主动问的问题和拒绝的原因，我总不能白记吧？还看出什么了？优点。你想从这些求职者问的问题里面找到这个岗位的优点。行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大家把我让你们记录的东西赶紧交过来，就赶紧回去吧。可
之我们现在毫无进展。不，这只是你以为的。今天下午本来就是收集数据，对付这种局面就不能单纯的找人。怎么，你有想法了？都现在了还保密啊？还只是个雏形，我先回去准备一下，明天才是真正的硬仗。记得文件都发给我啊，回家。你没开车啊？嗯，车胎爆了，车送修了。那你上来啊，我送你。那太好了，但是我的车得修好几天呢，你接下来几天都有时间吗？嗯，没问题啊，反正我们都一起下班。你快点啊，这里不让停车。你这个座椅靠背怎么调啊？椅子下面。没有啊，摸不到。别动。